The Chiangkhaishe College Alumni Association signed a memorandum of agreement with the Chinese General Hospital and Medical Center. 菲律宾中正学院校友总会与华侨善举总会、中华崇仁医院签署医疗优惠协定备忘录。2023年10月11号下午3时，菲律宾中正学院校友总会与菲律宾华侨善举总会、中华崇仁总医院在崇仁总医院新楼10楼会议厅举行医疗优惠协议备忘录签署仪式。该协议将惠及校友总会委员以及有需要的中正校友。4日，校友总会由会长李锦思协同副会长施纯勇、施玉娥、蔡清柱、秘书长葛启乙、副审计卢纯顺、康乐主任吴志平、福利主任蔡丽琼等一行要员出席签署仪式。菲律宾华侨善举总会由董事长卢祖英、永远名誉董事长吴荣祥博士、李凯旋博士、副董事长兼行政总理谢明洲、副理事长李贤策、副董事长兼高级行政总理李贤瑞、副董事长许金矿、秘书长李伟清博士等领导主持签约仪式。菲律宾华侨善举总会董事长卢祖英致欢迎词，他表示这份医疗优惠备忘录是华侨善举总会、中华总商会、中华崇仁总医院与大家相互关心和支持的真诚表达，秉持对慈善公益事业的执着，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关心、热爱、支持、维护慈善公益事业的健康发展。李锦思会长在致辞中感谢中华崇仁总医院为校友总会委员和有需要的校友提供住院和实验室检测等福利。尽管有不少热心的校友捐款帮助同窗渡过难关，但优质的医疗服务费用庞大，非一般普通家庭所能负担得起。这份协议让病患能够坦然地面对疾病，接受治疗。菲律宾华侨善举总会秘书长李伟清担任司仪，并介绍华侨善举总会、中华总商会及中华崇仁总医院的诸位领导。中正学院校友总会秘书长何其颖介绍出席见证签署医疗优惠协定的校友总会诸位委员。最后，在播放视频介绍中华崇仁总医院的发展历程和经营理念后，签约仪式圆满结束。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